很飒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刚请问，对对，就是其实表现管理我就不用多说了，陈亮老师啊，好，麻烦你了，这一次这个球，嗯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小木头非要我录个过场，咱就是说录个过场吧。叶歌会的彩排呢就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奔往高铁站，然后去南京。What's up? Hi, crazy girl. Yeah, 你为什么又在 makeup 吧？我在录，但是现在只是在化妆间。你今天还要录舞台吗？有录。来，大家看一下他的眉毛，把你的眉毛露出来。这是你的鼻孔。我的鼻孔还有。好多鼻屎。Thank you. 很多小零食在里面。I miss you. 哎，如果我到长沙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吃龙虾啊？我不要跟你吃。差点就要骂脏话喽，差点脏话就要脱口而出喽。Love you. Bye, love you, bye. 也是意想不到。对，我刚说到哪？对，彩排完，然后要去高铁站，去往南京，因为明天有一个节目，碰巧就时间凑到一块了，所以明天上午把那个节目好好的录好，然后晚上过来参加晚会，很棒 ，very 棒。然后还要说什么呢？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了，好，那就先挂了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哎哎，好，嗯嗯嗯，好。回到了上海，咱就是说上午结束了一个录制了之后回到上海，马上就是要进入一个舞台的加歌的状态，去改个头发改个妆，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登台了，因为也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对，等一下看看你们休息间里忙乱的身影吧，希望今天晚上顺顺利利， Live 唱的也好，表现得也好，那样才可以庆祝同学们的毕业，才能庆祝到他们毕业，要是一个完美的舞台才可以。好，再见。开始的也很突然，结束的也比较突然，看我这一脸油，我的天，都可以炒菜了，拜拜。对，忘了说一下，就是一会儿会有个神秘嘉宾过来我的现场，然后过来打工，其实他是想要看某人的演出的，应该我觉得说是以探班我为理由，我应该是要看那个某某某演出的，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会吗？把里面冰全部倒出来吧。你来吧。这是今天的工作。咖啡一滴不能掉，但是冰要把它捞出来。这是怎么做到？我跟他们签过合同的，你不要问我。怎么做到把咖啡里面的冰掏出来？是要动一些脑子的。对啊。你就用两个真的夹出来。对。有人练一下你的快功。你没看我，我不是没签合同的。我要看你怎么操作。我快上班了已经。其实我平时也不会想，但是我今天嘛，亲戚来了，不方便吃冰。OK OK。就这样，对对对，但是感觉就算把这些冰掏出来哈，它还是很冰，就放一会儿，然后它就会变成常温了。其实还是挺快的，因为这个冰哈，它是浮在上面的，没有我想象当中这么困难。OK， 太好笑了。再放一会儿，对，放一会儿，一会儿它就常温了。你今天是从哪里过来啊？我从南京，晚上还得回去啊，有点肉。忙碌的艺人。好像是这样的，忙的时候就是很忙。闲的时候就好闲。我妈也说一句这种，我今天这两天一直在通报我妈，我说，哎，我到北京了，我要准备上飞机了，我到上海了，我要准备去南京了。然后我妈就发自内心的说，就说，忙的时候好忙啊，怎么闲的时候在家也挺闲的。老怪特别细心，特别温暖，特别懂事，特别贴心的给我买了个西瓜。来，大家看一下那个西瓜。好，现在问我有个问题了，你是要徒手破它吗？还是？这是好问题。你是要徒手破它，然后给它切成一小半一小半的呢？我觉得啊，在这个场馆那么多人，肯定能找得到的。不可能，找到一把刀吗？这样回答应该说明你这个晚上想不想吃了。怎么说，嘉哥，你现在想吃吗？我要是如果说不想吃的话，是不是我特别的不通情达理？那没有的，因为考虑到啊，他马上这个
演出完要回南京，我觉得呢在路上好像也打不开，没事的，留着这个瓜呀，特地买的就是没有切开的，买切开的呢万一吃了上台了想上厕所对不对不好，所以买这种没有切开的带到哪里都可以直接吃。直接怎么直接吃？我晚点回你电话。知道为什么云腾每一次上台都要用吸管喝吗？口红不会粘上去。因为讲完就没有见过了。下一次。加油加油！我要帮你擦洗。一直走到台那个算了。这个星星其实是 JIA， 但是结果牵着牵着就变异了，然后你看干了的你就可以叠在上面。好，你的速度好快，你这牵十张我牵一张的速度，真的我跟你说加起来牵的贼快。我之前是一边坐在车上然后一边签3000张。当如果收到的朋友如果要是签名花了的话就可以来找郭伟了。肯定不会花，好吧？有视频为证。好，搞定。还有一张。啊，哦，对不起，工作失职，搞定。很好，不错。以前好多。好了。你们插上油。Perfect。谢谢卷起。卡在下面。我从来没有卷。我要认真卷。有的差不多了吧？可以再卷一次，检查一下作业。我们谢谢这位唐汉霄，可以永远坚定陪伴在你左右。所以你觉得卷得好吗？谁踩我的尾巴了？现代的包包，穿越过来的，我是过来找我的玉兰春的。将 B 站的永远22毕业晚会正式结束了。明天江哥早上7点要起来开始化妆，但是现在我要坐4个小时的车回到
南京，因为这么晚已经没有高铁了，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还是蛮有意义的一次演出吧，因为就很久没有在舞台上唱过全英文的歌曲了，然后也很开心这次唱到那个 Who Says Selena 的 Who Says 非常的有名，给了很多人很多力量，然后就是觉得也还是自己唱功不是非常足，虽然不差但是也没有很好，所以还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，现场很嗨，然后还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，就是新进的咱们的现场执行，我们的王汉哲同志，对，来到现场帮忙干了很多活，也很开心的最后听到了 JJ 的现场，也是很久也没有听到他的现场，他现场还是一如既往的棒，又一次累积了舞台的经验，然后希望大家在毕业之后的路途上少一些挫折，就是你每次说到这的时候感觉一定要说一些鼓励的话，但是我觉得有坎坷有挫折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，温柔的对待它，等到你成长的时候你会很感谢这一切的经历，希望大家毕业快乐，快乐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每天都很快乐咯，毕业快乐咯。